钟舒曼呢日就出席劲爆颁奖礼拉票活动，同场仲有 MC Jin、谢安琪、Hotcha 同埋一众新人。讲到吴浩康前一晚因为参加泰拳而受伤入到医院缝针，佢仲喺比赛期间俾对手踢出下体添。泳兒會不會送藥給吳浩康療傷呢？他就說不送了，因為怕有副作用令他傷勢會惡化。至於鍾舒曼又會不會送補品給他補下呢？他就說不會了，因為知道對方不是傷得那麼重，會自然康復。其實鍾舒曼打算為朋友去為吳浩康打氣，但最後因為不想親眼見到自己心目中的好哥哥被人打傷，所以最後都沒有去到。Oh,